薛谷主，我今日是特意来向你道谢的。医者救人出于本分，更何况我拿了你的枕巾，不必再谢。你收了我一份枕巾，但不仅救了木儿，也救了师妹，同样还救了我。 此前，我的确对你多有误会，觉得你贪财无情，冷漠无心。可我见你不顾安危，跑去冰窟救治墨儿，更将我唤醒了。这些都让我感受到，你表面虽冷，但实际也是个热心温暖之人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是黄土一堆了。还有，你先前跟我提到救治墨儿的古方，想必也是你花费心思。 才得到的吧。总之，多谢你。我看你感谢是假，讨药方是真。感谢是真的，讨药方也是真的。 这五味，均是绝世奇药，都是江湖中人人梦寐以求的珍宝。若能得此一味，于武者内力大增，于病者枯木逢春。只是不知这药方是否对症。若能救人，便是对症。况且你救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三个人。 七公子，秋水夫人。薛谷主，这药方只是在古书上有记载，或许只是前人异想天开的随手涂抹，从未有人试验过，不知是否有效。薛谷主只需给我药方即可，为了墨儿，我自当全力一试。 这药方为五转金丹，一药是月派圣湖的七叶明芝，二药白云宫的青鸾花，三药洞庭君山绝壁的龙蛇，四药青灵雪山的雪英子，五药万年龙血赤寒珠。这些药都是世间罕见奇药，显然有回生之力啊！你们不必高兴得太早，这五味药分布在天南海北，极难寻找，况且这五味药。 都是江湖中各个门派的至宝，取之艰险。纵使走遍天涯海角，闯遍刀山火海，我也去来。你要想清楚，你若是强行取药，便会和江湖中的这些门派为敌，到时候便会成为众矢之的，性命难保。只要能救回墨儿。 便是与天下为敌，丢了性命又如何？死是最容易的事情，一了百了。但是你每找到一味药，便会多一丝希望。只怕你成功寻到了前四味，却败在了最后一味，到时候功亏一篑，万念俱灰，比死更加痛苦。
既然眼下默儿能被救活，便顾不得日后了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今日便可下山。多谢血谷主。双红，取到这五味药之后，将药放到这个盒中，以保药的活性。在你取到这五味药之前，秋水夫人带着默儿可定期来诊看，我会尽力稳住她的病情。多谢血谷主。我们谷主还有事，二位请自便。有劳。哦，谷主，霍七公子手里那枚回天令还没收回呢，趁他还未离国，我现在就去要回来。等等，等他集齐那五味药，再要回来不迟。啊，那要等多久啊？三年？五年？是啊，要等多久啊？李大爷，哎，您拿着这个药方去后头拿药。哎，好，谢谢谷主。大爷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谷主知道您家大儿子今年要进京赶考，正愁没有盘缠，特意准备的。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哎呀，谷主，您这几年给我们看病是免费的，而且又给我们盖了收孤院，让那些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了住处，我们无以为报啊！我是看见您儿子经常帮助村里的老弱妇孺锄地，有个父母官的模样。若不是这样，我还想不到此处呢。再说了，这钱我又没有说白给您。全当是借您的，等将来他有了出息，你们再还我便是了。谷主，谢谢，谢谢谷主。哦哦哦，对对对，哎呀，我都忘了，这个呀，是我们老两口在地里自个儿种的，不值钱，您收下吧。啊，是啊，感觉越发拿不出手了。这点心意我就先收下了，双红他们最爱吃这个，不过下次可不敢了，我们药师谷里啊什么都有。哎，好，是是，赶紧去取药吧。走吧。姑娘，你们别担心，李婶就是感染了风寒，你按照这个方子一日三次煎服，平日里要多注意休息，不要忧思过重才好。这是药材，已经给您装好了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。走走走，谢谢。贪财好色，有意思。这